艺人黄子佼圣贤虫创意私分网站持有未成年不雅片，警方月初发布结案报告，黄子佼透过脸书致歉，不过舆论挞伐的声浪越演越烈。尤其创意私房在案发后没有立即被封锁下架，引发数位部卫福部互踢皮球的批评。对此，卫福部10号发文，数位部要求依法封锁下架。卫福部在昨天下午也紧急发出了一个公文来请这个数发部跟他所属的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来做行政协助，在昨天收到卫福部的公文以后，其实就及时启动，然后协助去协调相关的这个 ISP 业者，停止解析服务。至于持有未成年人性影像判处最终一年有期徒刑被批评过轻是否提高刑度，郑院强调会请主管的卫福部、法务部就比例原则以及聆听各界意见后再来提出修法。因为儿少性剥削条例是卫福部的主管法规，所以法务部这边尊重卫福部的意见，保护也会提供相关的这个法制意见以及这个法律上的协助，就是请主管机关他们就一些最责的一些就是比例的原则以及就是多聆听各界的意见，那我们就是尊重大家的这个讨论再来提出修法。 由于行政院会上，院长陈建仁重申对儿少性剥削零容忍的态度，但是立委也都主张加重罚则，还有立委还希望国科会支持透过科技阻断非法性影像散布的相关研究。 运用我们的 AI， 用科技来阻断性影像的散布。高级跨领域的数位的专家，不只是原来的这个关于这个儿少研究的专家，我们会组成一个比较跨领域的团队。国科会强调，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已经积极规划，会召集数位儿少等跨领域专家组成团队进行研究，并且会加速进行。原视新闻综合报道。